感谢关注啊，感谢异地送的小心心，谢谢。探险者一辆美系小宝贝带走，咱家不是某捷品牌啊，不是某时捷品牌，不会卖一台车损失销售人员一名的啊。对，这车可以开去乌克兰吗？你想开哪个开哪个啊？没有置换车最低优惠多少？那咱们探险者目前没有现金优惠了，家人啊，目前没有。欢迎马卡巴卡，欢迎胖胖哥哥，欢迎 HK 啊，欢迎各位新进到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可以帮主播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有任何想要了解的车型，可以打在公屏上。感谢用户498现在点赞，嗯。坐进去看看，我这个裙子不太方便，家人。对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现在不太方便。还是我俺们大东北，东北大美妞一个字漂亮。您这数学有点不太好啊？为什么东北女孩都这么漂亮？因为咱家主播本身就很漂亮啊。感谢钱宇的关注啊，欢迎仰望星空。嗯，对，只能说明某时捷销售没有职业操守，这是个段子，是个段子啊。买探险者还是 XT5 好啊？我们是卖福特的，您问我们肯定是买探险者好，这没有问题的。您去问这个凯迪拉克销售，他肯定也说他们品牌好。卖自家肯定是说自家好的，但是具体好在哪里呢？建议您都试驾一下。感谢送出眼镜，这眼镜套到三个人的脸上，每期一个，婷婷一个，身后那个女的还一个。咱们有